来分享生活工厂的新品。生活工厂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吧？现在推出了超级有质感的居家香氛，我想各位喜欢生活仪式感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哦。 Miracle 的奇迹居家香氛真的让我太喜欢了，尤其是有接触脉轮疗愈的朋友呢，也真的不能错过它哦。 Miracle 的奇迹居家香氛呢，它有扩香瓶，还有香氛蜡烛，让你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香氛。你们知道香氛能够影响嗅觉吗？另外，嗅觉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不同的味道闻起来的感受度也都不同，也会连带影响心情和情绪上的改变。其实香氛会让人感觉到安稳或是度假感，还有放松，所以很多人在家里都会点上蜡烛，尤其是下班的时候特别需要释放压力，让自己放松一下。他们所采用的都是瑞士奇华顿香精原料公司调香师所调配出来的复方香水精油，所以它的味道真的非常的香呢。 Miracle 奇迹创造力这一款紫色的，就是针对于生殖轮，代表的是创造力，还有人际关系，还有感情表达，主要呢掌管情感和情欲，使人感到有热情与活力哦。说真的，市面上有很多的香氛蜡烛，那实际上香味真的持久吗？还是你重视制作成分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尝试过各种品牌的香氛蜡烛后的心得， Miracle 奇迹的香氛真的非常持久哦。想要在生活中创造仪式感，打造仪式感，其实很简单。这一款蜡烛设计的刚刚好，虽然只有单烛芯，但是呢它却燃烧一个小时以上，这样子呢它的蜡烛中间才不会有一个凹洞哦。如果不点火也没有关系，也可以使用熔蜡灯，也可以达到点燃蜡烛的效果。赶快赶快去挑选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香氛吧，为自己的生活打造出仪式感，